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参与庙会啊，大家都一直往前挤，对不对？然后前面的说都不是我挤的，是后面，后面的说没有啊，你一直往前走，我也跟着往前走啊。好，谢谢。来，我们接着还有摄像头进入到我们的会场。进入庙城广场前是由我们龙潭石门非常风景优美的地方，是石门报恩宫。好，我们的三太子进入到我们的庙城广场，耶、yeah, ！掌声！哇，是的，各位哈，我们在正头进来表演的时候非常的精彩哈，各位可以用一声叫做“好啊”，掌声给他们鼓励哈。各位，我们在台湾的正头文化，尤其是三太子，各位知道三太子已经享誉国际啊，而且呢，三太子呢曾经到哪里？非洲，对不对？到沙漠去过哈、啊，所以我们在台湾的一个正头文化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我们的历史文化啊。会神哈，来，我们神将神尊要会神，这中间稍微让一下哈，来，请让一下，请让一下，请让，请让啊，请让一下啊、哦，我们来，神尊神将要会神哈，请各位，请中间的部分，请大家不要往前，往中间请哈，谢谢，由石门报恩宫来莅临到龙云峰庙城广场前。石门报恩宫来恭祝龙源宫香火鼎盛，龙源宫由主任委员林吉荡主任委员率领全体委员也来恭祝石门报恩宫香火鼎盛。